我啤你点样讲都好，我哋都可以声嘶力竭一万多两万三万 view 好未啊？重温，屌你你唔系喎，哦呢、這个前中央政策组嘅顾问，中文大学毕业嘅刘世良先生，佢够 up 咧，我屌都几万人睇噶咯，而家冇办法，你香港人就系虚伪。再讲多次，同大家讲，读书冇卵用嘅，读书又唯一嘅用途就系增长知识。如果你嘅知识唔能够令到你成为一个即系读通书嘅人咧，你不如唔好有嗰啲知识，反而嗰啲知识系你嘅负累啊！嗯，我同大家讲，你读唔通啊嘛，因为屌你老母，世良诶，佢开麦随时会多过你诶，其实唔中意咁样斗，因为大家都系识得，即系大家都系诶 friend， 即系唔中意话诶，刘世良开麦啊，随时会多过你 live 嗰啲人。咁啊，多谢阿世良先啊，咁佢喺佢节目啊。即係其實如果講，雖然我哋晚啊，節目有時 live 啊，萬幾二萬人睇啊咁啦，即係計埋 YouTube 啊，誒，即係計埋 Facebook 啊，咁最多譬如 live 記錄都係啊，佢阿世良，佢曾經去到三萬嘅，咁佢都頭先喺佢節目都話，即係講我哋啤你晚報影，即係影到佢印尼都好慘嘅女記者啦嚇。